是朵拉拉，今年33岁。你这个造型是穿越的风格吗？我的年纪让我最力沉重。你上班没带脑子来吗？职场也是情场，总有小三的朋友不是。你叫我，那有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地方？是没准备好结婚，还是没准备好跟我结婚？我就觉得你真的很不一样。这根本不是我。不，我从来没有像这样美过。你没去过花店，没和王子跳过一支舞，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？你现在的状况，穿得好就是风韵犹存，穿得不好就是。